金代替泰鲁克号的事故是造成49人死亡，刑事一审是今日宣判，认定包厢李义雄砍下过失致死，政府采购法在罪，合并判刑7年10个月。另外，李义雄甲伊刚华文浩吊丝多在部分是无罪，代替主办工程师潘腾业的刑度合并8年10个月，是九个被告中上重的。代替泰鲁克号弄车失事造成49人死亡，刑事一审的部分，十一在花莲顶法院宣判。李义雄听完宣判，走出法院，不愿意接受访问，甚至走向媒体热。会觉得判太重吗？判决内容包厢李义雄涉犯过失致死判5年，违反政府采购法判3年，合并执行7年10个月。代替花岗段主办工程师潘东业涉犯过失致死判4年10个月，伪造文书判4年2个月，合并执行8年10个月。联合台地监造主任李进福涉犯过失致死判4年6个月，刑事业务定罪不实判2年10个月，合并执行有期徒刑7年2个月。伊刚发文后，调查多少部分被判无罪。联合台地安慰人员张泽富宅判4年6个月，中央顾问专案经理郭国进判4年2个月，李义雄合股的林中清判2年8个月，东新营造负责人黄冰河判2年6个月，东新实际负责人黄文丽判合并执行10个月。出庭听宣判的部分罹难者家属对判决无法接受。49条人命等于他其实才一条人命是一个多月，我相信不止我们不能接受啊，应该有很多人都不能接受。那其实他也很清楚的知道，其实下面就是铁轨，会有火车经过。那其实，在这件事情上，就是会觉得说，那因为他过失致死，法官也是判无罪，那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他明明知道事情怎么，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状况？李义雄可能依照过失致死罪处分，伊刚发文后，甲李义雄伫调查多些部分被判无罪，家属无法度接受。法院地检署要阁提起上诉。李义雄肇事逃逸无罪的部分，以及被告华文豪过失致死无罪的部分，检察官均会提起上诉。律师讲，肯定法院伫每一个判有罪的刑度，拢有较相对较悬的情形。不过也是主张希望用杀人罪来论处，也希望立法院会当对过失伤害等罪的法定刑度进行修法。家属会继续上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